Hello，螺丝锁好了，然后有误差一点点啦、啊，有误差啦。反正刚开始有抓平了，可是还是有差一点点，差不多。那个，其实我明明有抓平了，还会差个4厘米，算了。啊，可能是压上去它跑掉了，所以一个人有时候做事他就会是比较完美，剩下的都没什么问题了。我要把那个吹一吹了，老婆来，来那个吹一吹要收了，哎，拍一个工作记录了，吹一吹，明天再来锁红色修边，啊，凡事尽力而为就这样子啦，做事没有都十全十美的，不过这种大方向还是要对的，你要说前面刚开始差点，到后面就可能铺不起来了，对啊，这是因为最后一块啦，我可能刚才没有注意到就是。其实我摸平，可怎么锁上去就变成又跑掉了。有时候就这样子。OK， 你先把这些拿下去吧，老婆。所以先把它拿下去。哎，小心一点。先拿下去，这台很好用，入门的。然后把那个拿给我，嘿，那个拿给我。人家收了、啊，我没看到两双鞋子，你们看到没有什么脚印，就换两双鞋啊，因为懒得擦、啊，下面都是泥巴踩的到处都是，到时候要擦麻烦，到时候怎么拍给大家看？反正就擦就擦掉了，没办法再退了，就是有点完美中的不完美，尽力而为啦，以后下次要避免掉，就确认 OK， 可能是这样是。一个人在做，就是有时候没人帮你扶板子，就是会自己会滑掉跑掉，就这样子，缺点。OK， 等一下拿去，要他需要照顾。哎，好，拿下去，拿下去，好，把它吹一吹了。就算误差啦，因为有时候你。你要锁啊，没人帮你压着它，你踩一下它就跑掉了，就是这种误差，低级错误。现在有时候这个哈、哦，这个跨距比较大，有时候你要踩这个，不然踩一踩就会变成把这踩猫掉了。这个时候铺板子吼，还是要有两个人帮忙一个压的，不然真会跑掉。不用了，不用擦了，干嘛？没关系啊，那个没关系啊。OK， 下去。所以真的是铺板子，你在上面踩的时候，真的是你要有一个人帮你扶着。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而已，就是刚才踩绳滑掉，然后又锁上去了，跑掉了。好了，拍一下完成品给大家看。踩下去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不好踩，对，不好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看到实际工地现场，我们看到螺丝一排的，啊，些许不完美，可是还好啦，不会看得太明显，大致上是这样的。然后明天修边说一说。你看，红红的，你看到，就是两边都抓一样25了。好，你看到，红红的，其实差一点太好了吧，就没来了。哦，这样子雨就不会喷进去了。远一点，远点拍。然后明天就上面那条红色的，修边弄一弄，是吧？OK， 好了，那到这边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